哇哦！第二次见面了。你们要来，看来欢迎吗？看你们喜欢吃什么？看你们热炒店都吃什么？我比较想吃大牛排肉，铁板牛柳。我以为他要来服务，我以为他会想喝。他在续路吗？我刚上厕所。刚上厕所。啊，去上厕所的时候，我们来聊一下，先聊一下新的作品。跟我想只会有合作首歌。这首歌在讲什么？我咖喱泡沫，就像这样。哦，就是兄弟。兄弟会坐下来喝个酒，然后聊个天，吃个饭。要想到山，要下有过，天涯海角，兄弟我都跟你去。再次欢迎九一，耶！当完这个热腾腾的第一届热炒好声音的评审，先在这边讲一下心得感想。其实我们蛮不会当评审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觉得，然后这个人很有才华，但这个人好像也很有才，所以就是全数投票，然后投下去了。怕得罪人，对，所以最后连得罪人这一块也交给我们来做。对，没有发现吗？前一阵子有推出跟打工游学有关系的歌，对 ，Working Holiday， Working Holiday 也算是一种社会观察的角度去写。我们是社会观察家，因为我们很多朋友，太多朋友出国，我们是社会观察家，我们太多朋友出国打工，再三强调是，对，出国打工，然后呢？然后就想说为他们发声一下。我想介绍一首 DJ Ray Ray 跟 Neo Soul， 他们有合作一首歌叫 UMI。为什么特别觉得它好听？因为我觉得主要是 Ray Ray 那个曲子，它其实不像是一般台湾人会做出来的是音乐，他的唱风比较不会让人家觉得很像以前的那种抒情歌，风格很前卫。DJ Ray Ray 也是 DJ 比赛的冠军。一位相当优秀，台大毕业的女 DJ， 没错，台大的，对啊，台大，你今天才知道，我今天才知道。对你，想给你别人给不起的约定，就是为你。洋葱嘞，我最近很喜欢一个团体，是八三幺。八三幺，原本觉得他们只是一个乐团。但是认识他们之后，然后他们是一个很努力的乐团。我要讲八三幺推荐什么歌啊？最近最常听的，妈妈最常说的十句话，怎么唱？老妈最常说的不是我想听的，老妈最常唠叨的不是我要的，老妈最常唠叨的不是我要的，我不是好学生，也不是个坏人，我想活。春风哥哥，早上起床，麦克森的大黄蜂。大黄蜂哦，我们格调比较高。他现在已经过时了。不会啦，到不会啦，一早起来就噔噔噔。这我觉得很激烈，这个早晨很激烈，他刷牙也会刷得很快。一样 ，OZ。对对对。最喜欢哪一首？天堂岛。天堂岛。哦 ，MV 也拍的，对，很屌 ，sexy， 超屌的。好，今天非常谢谢九一来到这边跟我们一起吃热炒、听歌，也看到了很多新生代的人对于歌唱有兴趣，希望他们能够借助你们的歌曲越长越大，好不好？谢谢九一，谢谢。比完赛之后，有没有给喜欢说唱的朋友，这些来比赛人，他们是对这个圈子有梦想，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？坚持努力，不放弃。在追梦想，如果你一直做不到那件事情，那叫做妄想，那不是梦想。是我手里的一句话。你们两位怎么笑那么开心？
因为很少听到讲那么有道理。你要先认识自己，才有办法去认识其他人。你是不是酒喝太多？好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你喝到我的。